又想起了我儿时的时候啊，就是我小的时候啊，经常打雪仗，啊，打滑板，堆雪人，我就无意中就把雪人堆了，没想到呢，传到网上了。我们的学生啊，好像不太愿意出来到户外来活动。你们想想，你们现在在玩什么？我们小时候在玩什么？玩的东西很简单，就是咕噜个咕噜圈，打个滑冰板，堆个雪人，完事了。可是咱们现在呢，因为是网络时代，信息时代非常发达，同学们都在屋里啊玩这个手机，看这个录像，实际上这样对身体不好。希望同学们回归到大自然，多玩玩，到参与到大自然当中，看看。